文艺复兴起始于14世纪中叶的意大利威尼斯和佛罗伦萨诸城，大约于1650年方告一段落。这场连续300年的文化复兴运动成为推动欧洲复兴的力量，极大地改变了欧洲的面貌。创造欧洲新文化的人们被称之为人文主义者，他们创造的建筑、艺术和文学方面的大量杰作展现出近代文明的神韵。在威尼斯，建筑是用科学思想设计的，人是热烈多彩的，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和生命感染力。那是一个充满战争、混乱、暴力和死亡的年代，许多人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而遭受封建贵族的迫害。从左边的宫殿走过叹息桥，到右边的监狱，是许多走向刑场或遭到长期监禁的人的必经之路。在这个时期里，人文主义者聚集到一起，接受生命的挑战。他们提出，人类已经进入一个新纪元，一个战争即将结束，黑暗即将过去，人类将获得安全、富裕和幸福的时代。他们相信，只要展现人的尊严和创造优秀的文化，复兴的圣火就会升起，人类的品格就会完善。然而，为什么这场运动要从意大利开始？它那席卷整个欧洲运动的力量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它为谁所需？为谁所接受？追求幸福，完善人格，创造新的发展机遇，这些呼唤至今仍然在激励着各国的人们。文艺复兴时期有好几百个人文主义者，他们的研究涵盖了众多的技术和创作领域，他们以一种开放的态度对待知识，因此在创造现代思想的同时，也在学习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杰出传统文化。他们反思过去，目的却是要为今天创造一种新文化。他们把许多时间都花在宣扬人的价值、美德和尊严上，他们提倡理性，以身作则地反对犯罪和腐败。他们的基本理念就是尊重人，以人为本。新的理想王国必将在人文精神和科学知识中诞生。按照传统的理解，文艺复兴只是一场文化运动、艺术运动，但是现在我们更加地看到它实际上是一场政治运动和社会改革运动，因为它在危急时刻提出了一个振兴欧洲的纲领。这个当时的欧洲呢，是整个的是一个终极画面，尽管中古时期的那个封建结构已经开始崩溃，这样欧洲就必须寻找一个新的起点，这个新起点就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提出的纲领。它的要点是这么五句话：要秩序不要紊乱，要风雨不要饥饿，要文化不要愚昧，要和平不要战争，还有就是要美德不要腐败。毫无疑问，人文主义者帮助欧洲建立了一种新君主制的政治秩序。在经过两个多世纪政治动荡之后，欧洲主要的国家在15、16世纪时走向统一，出现了政府领导下的市民和君主的联盟，这是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等国由封建国家向近代国家转化的重要标志。这个时期，政府的行政管理取代了地方贵族的武力治国，政治成为了一种艺术形式。Le trasformazioni politiche più importanti furono la Costituzione anche dello Stato moderno.di cui in Italia fu il maggior teorico Machiavelli, che scrisse appunto Il Principe e i discorsi che sono il testo fondativo della moderna teoria politica.
Naturalmente ci furono le trasformazioni riguardarono anche la concezione dell'uomo. L'uomo fu rimesso al centro dell'attenzione, al centro della terra, mentre invece nella cultura medievale l'attenzione era proiettata soprattutto su Dio. Ci fu quindi un'attenzione all'esperienza mondana e terrestre dell'uomo, alla vita dell'uomo, soprattutto alla vita civile dell'uomo, che significò un cambiamento generale della concezione della vita. 新的政治秩序被称为具有国家主权的民族国家，没有国际上的干涉势力在它之上，也没有地方上的割据势力能同中央政府分庭抗礼。新的政府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公共利益，它结束了国家行政受封建制度支配的历史，从而获得了对于行政司法的统一管理。欧洲不再是地方领主的天下了。 各国的民族凝聚力有所增强，国家更实现了政治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封臣和领主自下而上形成的等级金字塔被废除了，现在君主不再是金字塔的塔顶，而是国家主权的象征。社会上则出现了三个等级：教士、贵族和平民。他们在议会上同君主分享权力。三个等级的权力是由特权证书规定的。 各国开始召开等级会议或议会，近代政治的模式逐渐形成了。国家很快就有了足够的官僚和固定的军队来管理公共事务。政治秩序的建立有助于发展和平，私战减少了，政治和外交成为解决各种争端的常用手段。这种新君主制的政体使部分受过教育的市民变成了政府的官僚，他们进入到了各级政府的核心。 新式的政府有效地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政治和社会秩序的保障，政治的稳定就为经济的进步、工商业的繁荣和人民生活的提高奠定了基础。到了文艺复兴，家庭、国家和社会成为人们生存的最基本的单位，幸福的概念也有所改变了。中世纪人的幸福概念主要就是一个物质的概念，物质上满足了。 他就感到幸福了。文艺复兴运动提高和拓宽了人的幸福概念，人们现在追求爱情和精神品味，至少有五种因素是追求幸福时必需正视的，一种是物质的处境，一种是社会的处境，一种是生理的处境，还有就是情感上的满足。这样，在人们的幸福追求上， 在人对于幸福的理解上，就提出了一个全人的概念。中世纪的人是比较偏颇的，他以为只要有了物质基础了，他就幸福了。人文主义者却要说不，因为人还要有文化上的需要、精神上的需要、情感上的需要，还要有社会上的满足，身体还要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文主义运动 就不仅仅是复兴欧洲的运动，也是提高人类素质的运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特别重视对文化氛围的创建，认为只有建立起文明的社会环境，人的素质才能提高。这种看法对今天的欧洲人具有十分明显的影响。文化被铭刻在建筑物上。 可见，正是年轻和热情的生命力量、强烈而真挚的感情，证明了人类的天性原本就是非常积极和活跃的。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但丁、比特拉克、薄伽丘、拉斐尔、达芬奇会如此忘情地投入工作，因为他们都是一些透支自己生命的人。 这样忘情工作的人，甚至包括文艺复兴君主英国的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这可以说明，艺术家们把热爱艺术、热爱祖国视为最崇高的天职。他们追求的不仅是物质的满足，同时也是社会上的、艺术上的、文化上的和情操上的满足。为了这些信念，他们竭尽所能进行创作活动。在他们看来， 新的和有使用价值的东西要比过时而无用的东西更加来得重要。同样，学者们试图改变语言的使用，生动的民族语言取代了脱离人们生活的拉丁语。学者们挑战生活，
发现了生活的精度、强度、深度和广度。雕塑家们为了让长期处于睡眠状态的文化在短期内复兴，不知疲倦地工作着。真正有理想的人活在美德中，诗人彼特拉克和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两个人性情完全不同，但是他们都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从他们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新文化的精神已经深得人心。创造性的工作就是要探讨未知世界，它要切断一些联系，再接通一些联系。人们早准备好实验与逻辑推理相结合的新方法，彻底抛弃了中世纪时期模糊不清的概念。政治体制的改革带来了社会结构大旋转，新教僧侣们开始结婚，独身和禁欲主义的精神枷锁就此被打破。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说，当天下的父亲为自己的婴儿洗尿布时，上帝和天使都将微笑。那时，农奴将变成身份自由的农民，成为国家众多人口中的主要组成部分。那时，中世纪的武士从对领主个人的效忠变成了对政府负责的雇佣兵，他们现在忠诚于出价最高的人。这种雇佣兵制度流行于德国和瑞士，而意大利人更喜欢使用这种雇佣军，他们支付了巨额金钱，试图利用这种近代发明的武装保卫自己的城邦和国家。政治协商和采用外交谈判成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平民阶层出生的政府官僚们欢迎这种减少战争的方式。尽管战争还是连绵不断，继续耗尽了人们宝贵的生命，与瘟疫不同的是，战争是远古以来遗留给他们的一颗毒果。政治和外交的发展带来了欧洲经济的稳定发展，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同时也极大地削减了军事贵族的权力。人文主义的精神体现在张扬人的个性和维护人的尊严上。人的思维方式在15和16世纪有了明显变化，同中世纪的人们区别开了。中世纪的僧侣和知识分子往往把抽象思维和逻辑演绎当成剖析神学的基本方法，这种思维方式狭隘顽固，因而经常得出错误结论。从文艺复兴起，知识分子开始运用科学方法进行思考，出现了由分析到综合，由抽象思维到形象思维的转变。错误的转变为正确的，没有经过检验的东西转变成经过检验的，狭隘转变成宽宏，抽象转变成形象，所有的这一切促进了实验科学在欧洲的兴起。文艺复兴的理性精神明显改善中世纪以来人们挨冻受饿的状况，要富裕不要饥饿的理念带来了经济结构的根本性改变。融古代和世界优秀文化元素为一炉，欧洲找到了向近代社会转变的充足资源。这种开放的观念自然引发出聪慧而富有创造力的构思，带来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对创新活动的肯定。社会开始重视具有专业技能的能工巧匠，自由人掌握着各种不同的技术，他们在纺织、陶器、玻璃和武器方面的成就很快就被手工业和制造业所吸收。意大利成为这个时期的领先国家，并且能把知识运用到各种新兴行业上。今天，在姆拉诺的玻璃工匠仍然在使用文艺复兴时期发展起来的技术，来制作独特而美丽的威尼斯玻璃器皿。
在外形、颜色、风韵、心态之下，一种本质更加深刻的东西在起作用，这就是价值观念的变化。不精确的变成精确的，没有实验基础的变成具有实验基础的，狭隘的变成宽广的，抽象的变成具体形象的，这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中世纪认为是坏的，并由此而被埋没的，现在被人们公开赞赏和追求。人们不再把精神和物质对立起来，赚钱不再被认为是罪恶。大探险家哥伦布公开地表示对金钱的热情，认为这是对他的公平回报。对异性的追求，对人体和性爱的向往也变得美丽起来，成了许多美丽诗篇歌颂的美的主题。一些以前被判定为错误的理论，现在却成了真理。地球被证实是圆的，太阳被证实是太阳系的中心。与此同时，以前被认为是对的一些观点，现在却被证明是错的。从前对生命力量的展现被看成罪恶，现在却成了个性和能力的证明。诸如崇拜圣人遗体和其他远古宗教物品的古老神秘习惯被抛弃了。在新兴世界里，他们远不及文艺小说、现代机械和银行挂账更重要。知识就是力量，成为激励年轻人心灵的口号。随着中世纪的神秘祭祀的衰落和悲观主义的结束，修道院也开始衰落了。上界和天堂远离人的视线，不再直接介入人的生活。相反，发挥人的自由意志和能动性，成了被思想家和社会改革家推崇的优秀品格。从实验之中发展起来的科学，从宗教分离了出来，科学摆脱了神学而获得独立。这个分离帮助像达芬奇那样伟大的科学家产生史无前例的发明构想。这是达芬奇出生的芬奇村。毫无疑问，这美丽的乡间赋予了他创作伟大艺术作品的灵感。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家，也是伟大的艺术家、作家和雕塑家。Today, we think that arts and sciences are divided, but it was not true.In Renaissance period, this division, this divorce, is a new and a terrible divorce because arts and science cooperated, and the results are results in both senses. So it's not surprising that artists were at the same time scientists.Or craftsmen, or for instance, poets were at the same time interested in geometry, in mathematics, and so on. 普通人的工作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不考虑成本控制和工人利益的老旧体系被摒弃。现代制造业中，生产率和工人的积极性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段时期，欧洲各国的民族性格形成了，经验主义在英格兰出现，形象思维流行于意大利，
追求优秀和哲学神思成为德意志人的民族特征。与此同时，法国崇尚礼貌，注意良好的穿着和语言，他们发展了一种法国式优雅，风趣热情，直到今天仍然是这个国家的特点。在这些国家各自发展他们自身特点的同时，不断增多的思想和文化交流进一步推进了文艺复兴的创造活动和知识发展。I think we must remember, of course, England was an island, and yet there was such an increase in trade and traffic and travel in the 16th century. And some of our artists were going over to Italy and were discovering new techniques for painting or for sculpture. Inigo Jones, who was our great court architect, spent several years in Italy, and he brought back scenic designs from Italy, which changed the nature of our theatre here. So there was a resurgence of interest in the classical period.Through text and also through works of art. And there was an increase of traffic and trade between countries in Europe, which helped create a kind of melting pot, I suppose, or a breeding ground for a reappraisal of the art. 读书和受教育现在成了人们的基本生活内容。图书馆建造起来了。人们都在研究历史，探索真理，人们的价值观念也改变了。他们不仅是追求衣食住行上的满足，还要追求公正、秩序、知识和美感。It is the period in which we regard as the greatest period of re-examination of the classical past. And if it's taught us one thing, it is to always examine our past.Both distant and immediate, constantly re-examine and re-explore, and to find out more about ourselves from what we can glean from the past. If we don't, then I think our culture can become rather sterile and isolated. 对历史和古代欧洲文化的研究，使欧洲人开始认真思考日心说和地缘说。欧洲对外贸易和交流的增长。也使得人们感到自己知识贫乏。当中世纪神秘主义隐退后，探险家出现了，因为东方的文明和财富深深地吸引着他们。威尼斯和大海相连，无数的运河组成了这个城市的动脉。文艺复兴时期，这是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强大的城市，它的强大和财富来自于它在欧洲和东方之间的海上贸易中的战略地位。东方，在许多欧洲人的眼里，是一个富饶诱人的地方。那里有无尽的金银财宝和贵重的香料，当时的地理大发现和世界文化交流对经济的增长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欧洲的大探险家马可波罗在13世纪末来到了中国，他口述的马可波罗游记记录了他的经历，引起了欧洲人的巨大兴趣，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从数学的角度来观察地球的表面的理论，在15世纪的欧洲又重新流行起来。罗盘地图和航海地图在14和15世纪被广泛运用。在1492年的8月，哥伦布从帕洛斯港出发，在信封的帮助下穿过了大西洋，接近北美洲大陆，航行61天后到达巴哈马群岛，最终在古巴和海地登陆。在到达古巴的时候，哥伦布以为终于到了中国。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欧洲探险之旅。
达伽马在长时间的航行之后到达了东方，开拓了到印度的航线。1519年，麦哲伦开始了他著名的环球之旅，证实了地球是圆的。这些地理大发现和新航线的开辟，带给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许多新发明和新产品，打开了欧洲对世界的眼界，带来了对外贸易和经济的扩张，对完成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转变起到了作用。那么，是什么使得文艺复兴时期产生如此富有戏剧性和积极的变化？我们又可以从这段辉煌的历史中学到什么呢？首先，人文主义者创建了一种非常优秀的文化，他们也因此成为当时先进文化的代表。这种新文化是同政治、社会和经济互动的。当时的欧洲并不富裕，但是有识之士从一开始就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赚。我们看到，这种文化具有显著的开放性，它不是闭关自守，因此我们中国人、拜占庭人，还有古代的希腊罗马人，都对这种新文化的兴起做出过杰出的贡献。反过来说，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也影响到中国，例如圆明园中的大水法周围的建筑造型肯定是受到文艺复兴艺术风格的影响。所以我觉得一种新文化要成为世界性的文化，一是取决于它本身的优秀性，二是它同其他文化的互补性。文艺复兴运动是和欧洲的复兴连在一起的，我们研究文艺复兴也应当想到中国的文化如何进一步发展，这也是同中华民族的复兴紧密相连的一个重大问题。文艺复兴使得欧洲从一个黑暗时期过渡到了一个文化和知识的光辉灿烂时期，欧洲人民的生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变化至今仍然在影响着他们的生活方式。变得不仅仅是欧洲，17世纪文艺复兴末期，同样的太阳底下，已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意大利，一个更文明的欧洲。世界从此改变了。